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局呢是2015利民杯世界新锐战的决赛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中国的顾子豪四段和韩国的李东勋五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老师。好，刘老观师众您朋友们，好。大家好。这个顾子豪是个比较新的，对，比较陌生比吧？较年轻，因为我们之前呢一直为大家讲解这个都是名柯人洁啊，或者的，说都是大对腕。排名现在都这顾子豪不是说特别一线的，对但是对这对，次成绩不错啊。对是的，因为新锐战呢，它本身这报名的要求就是在20周岁以以内内啊，二十啊。周岁可以报，但是21岁就不行了。顾子豪这次战绩不错，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。这顾子豪，我感觉啊，在用联赛我看到他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我是代带这表个武汉队的，武汉队。那么他比赛看来比较瘦小啊，这个也是在国家队能看到摆棋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那么对，来，我们给大家就介绍一下他这个棋，因为他赢了这个李东勋五段之后拿了冠军了。是李东勋呢，也是现在风头很劲的韩国的棋手啊。他98年出生，他们两位都是98年的，所以都年龄比较小，今年才只有17岁，还未满18岁。应该是属于我们后一个梯队，大对家对会对，应该关注的这种，对值得关注的值得关注的两位棋棋手。手，对，确实，而且李东勋在韩国的 KBS 上是2-0赢了朴廷桓，夺得了那他本都人的第一个头衔。对，这个我们看看他们现在的实力啊。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棋，李东勋之黑。是的。行，对，下的新位。然后小目。小目手脚，普通，对吧？对，然后白棋挂了一白棋个，挂角，这个然后它是手脚，这小也飞。是特别多的。人一般下面飞呢，就一箭低加，这个成了个惯性。这种布局我也下过，但是我也模仿他们下啊。然后他这个棋是靠一个，这个棋为什么顾子豪不是也这么下啊？这个柯洁我就看见老这么他下，老靠现是吧？在谁赢棋都模仿谁啊。也是这个，然后搬，长他粘上，对，然后往中间一走。这个棋啊，柯洁就这么下的白棋，我就见过柯洁，在联赛当中下过。那这个棋接下去黑棋有没有什么比较着急的要下的地方呢？他就看你了，你打入吧，打入呢他就给你盖他就住，盖住，你如气两个果就挂算呢，了。我就这么来给你干，就这样。这就是反正剩下就是一个战斗定战式斗，似的，这个都有研究，这都有研究。柯洁给人家都装的这个，这就 是，装了刀是吧？这在就这是一个布局的，是吧？所以顾子豪也都这么下，这个都是有原因的啊。这个一般我们这个都是习惯性，谁赢棋就习惯都模仿。对，觉得他的招好啊，就拿来他自肯己定有用。道理，他对，有他研肯定究。是有研究哎，的，对对对。不然他不会那么下。这个顾子豪，这个啪往这儿一走，那黑么棋挂了这个，挂的这个对，然后白棋拐起来了。所以白我棋，就在想，他既然是这么着急要拐的话，那是不是黑棋刚那才当然就，这个也不小，这里面也有招是啊，啊。总这是两个要打想入些这么招空，法出肯来。定是有招。这个黑棋挂了这挂个，一个对，小飞，小飞对。飞一个。尖住，这个都普通，我叉觉得这是走了一个大众化的定式，这个太多了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，特别的说的。这个白棋应该说也行吧，啊，那飞局飞面早得很，对，飞，这一带很有意思。黑棋挂了这个小木角之后，白棋一直就脱先了，没有走过，是。至今为止也没下，然后黑棋也没下。这个棋呢，它飞这个啥意思啊？它是你要走这个，它有可能避过来吗？一个跳，一个走这个。对，这就是看就这两凶一个点是它是这个，怎么个选法，凶一点是这个。怎么选？这个是这个棋呢，黑棋居然是都不走了，它直接拆二，这个比较冷静，它防止你直接逼住我，是吧？拆二这个挺好，这个也挺好，这个直接拆二。他看着，单拆，就是这面有打入，那边有拆二，这样是比较稳当。对，哎，这值得一提的，就李东勋在半决赛的时候，他赢的是柯洁，当时大家都很看好他，哦，半决赛赢对，他柯半洁决了，赛赢的是柯洁啊，所以哦，就觉得这个决赛的时候，顾子豪是不是有点凶多吉少？因为他在韩国排名第十，
这么厉害、啊、顾子豪在中国的等级分是第26。哦，那相当有实力的。没错，是这样。嗯，那么连续把这个中韩第一人都斩于马下。那么现在白棋尖起来了。白棋尖对、嗯、对。现在那么，尖一个当然是那面总是也是大棋啊。嗯、对。那个走一个也不小，但是补一个本来补一个也不小，现在你既然不走这个，黑棋就碰进来，它靠进来了，靠进来，对，嗯、这边两个是拆三，这是一个常见型，对，他总是要想法动手的嘛、嗯，而且之前他已经拆二做好准备工作了，在那儿，哎，这个棋它是长的，白棋长，这个比较硬，嗯、黑棋贴起来，好，还要搬粘，搬了，就粘上，粘上，这里不能乱动哈、哦，这儿，对。黑棋那就盖住它，顶过来。这个下法，黑棋这个定型是不是好呢？有点疑问，刘老师。这个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如果让您选的话，您喜欢哪边？这个非让我选哈，非让我选，有可能喜欢白棋。啊、哦，白棋比较实惠一点。有可能喜欢白棋、哦，实惠一点，实惠。这个中间围啊，现在这个围啊，我是不喜欢围中央，有点空虚，有点空，不好围。嗯，有可能，非常好选我就选白。这个也就是个人喜好问题，哎、对对对，其实也很难讲，也很难讲。对、哦、对，也要看接下来是怎么进行。哎、黑棋能不能利用这几手棋啊、发挥出它的这个子效、嗯哦，在中间有所作为。他现在拆了个二，贯彻那边压过来的。对，那个特别大，双方这个拆二挺大的。嗯哎，慈禧比一掌，这个都非常大的一个棋，对吧？那个拆二大，对，拆二。那白棋肯定有点不甘心吧？如果说这么挡住的话，挡不肯，挡不肯呢？挡现在是先暂时先不那样。嗯，这个棋应该说这个时候那就抢大场吧。一般像这样的抢大场，白棋也可以不着急，嗯、因为对天目。一般是飞一飞吧，飞一飞差不多吧。飞这个，哎，飞一个，比如说这个，哎，飞一下。我说你要不加工就飞，他、嗯、那个因为拆二太稳当了，你加工也没啥意义，只能看它飞掉。他、啊、可能跳一个之类的。跳一个。哎，你大概是普通拆赶紧拆一个，这个是普通吧。对，这个好像是全盘剩下的最大的一个大场了、哎。现在别的地方没有。这下面还有拆二大场。然后都大的差占的差不多，再往上飞一飞，或者再走点别的，嗯、以后再调一调。点一点什么？这个是普通的想法，这就走慢棋。那个李涛拿手，我觉得像白棋走走，嗯，这个好像控也不会太差。嗯，白棋控也不错。哎，反正黑棋有大天目的负担。嗯，可下。是的。哎，这个大概就是这普普通通，就这种格局了。对，可以吧？他。他实战下的很有意思，他点了一个。点这个，对，先考验一下你肯不肯挡。对他有点着急，这空啊，他觉得着急。然后挡完之后以后，那有个靠过去，是的。那有点着急了。嗯、这个棋啊，我觉得就那面还有大的有的是，他围还早着呢。啊、嗯，他要围这个大空，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那么框框都是你的，不可能。嗯，你筑城墙的话，你有代价，所以先把大的抢了。观其形，让他自己去围，嗯，其实没啥了不起，这个有点着急了，嗯，点进去是吧？着急着急，他、哦、去跳了一个，跳反击也是可以，也这个也算情理之中吧。这个时候黑棋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了，嗯，可跳起来反击，对对对对对，关键这个里面你还得小心啊，对，这小心一会儿被人家爬进去啊，对你忙着做活还要，嗯，那你这个有可能无疾而终，有可能。嗯对，有可能，所以白棋靠出来了。现在，但是你现在这儿都没走的，这面就折腾这个啊，嗯，有损之嫌疑。这两下都有可能损，嗯，搬了一个。对对对，先把头长出来，那么黑棋呢飞一个。哦，这几招啊、嗯，这几招，这觉得是不是黑棋挺满意的？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。还可以，嗯，还可以。因为这个子，如果说将来你不打算动，就这么死了的话，那黑棋效率太高了。就等于他跳了一个，然后你这个跟他交换，对，那这个空是不是有点损啊？
看起来。嗯，这个棋应该怎么说呢？这个棋，应该说，如果你挡下来没啥事儿的话，白棋没有。没什么不怕你挡的话，黑棋应该可以。对，但是形状上是不是还有别的更加不知道？有没有什么招是吧？在这儿。这个棋，黑棋或者是当时如果效率高的也可以考虑压，或者还有点想法。但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应该说也不错。也不错。应该说白棋这个点好像稍稍无理。稍稍过了一点。稍过。稍过了一点啊。对，关键还是可以要看后面的棋会下成什么样。如果你这个子就算这么死了的话，那肯定是亏了，这毫无疑问。是。看上面有些什么手段。现在白棋飞了这个，这个打，这个打。我甚至想什么时候能把那个抢了，这个很大，这个被跳一个非常大。你说黑棋刚才赶紧飞起来是吧？很想走那边。但是这个飞，好像也不能省，要不然人家挡下去了。黑棋跳一个，现在白棋压一个，再压一下，他就算了，他把这些都走掉，反正这里面我也不打算干什么了，在这儿。对，现在目前来说，这里面应该说也没什么大东西，他走的比较厚了。这个要紧的，这个太大了。对，这个太大，他关键能走完。他拆一个，他关键是要抢到先手之后赶紧走这个。太大啊，这个一定不能被人家抢去，不然你这里。全都是亏损的。对，这个巨大，这样最后不然折腾半天，他虽然抢到这个也是不错，也是不错。这个，黑棋，所以说我之前总觉得黑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抢了。一直想，我在想这个事儿。您老在想这件事儿。他但是能走回来呢？再抢个先手。走回来呢，就是说白棋的损失是有限。有限。对，那么现在黑棋那就，但现在黑棋控也不差，主要是看这一代，这一代如果说全把它数成黑控的话，还是也不错啊，确实，他现在掉了一个，掉一个，在这儿，这个也是一个大棋的中心的地方，现在也没别的特别的棋哈。对啊，如果说走别的，那怎么走呢？要扩张这边吗？也是不知道应该走什么，我就是想走，就是拖了加一个。当时我什么时候一直在想那个什么，这个走，不，这那个时候拖了什么地方？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个断。现在如果说这个之前走最好是，那个靠一个什么加什么之类的。现在黑棋拖一个吗？拖一个之类的，黑棋拖。拖一个，是吧？拖这个，对。现在也许他抠吃掉，反正这里面有一个那个什么。如果抠吃掉的话，白棋比如说这样吃掉，这样打吃，对，打吃，那他打一下，对，他接上了，完了这个有个断，拐是这个，其之前就想走那个。是这样。就他点了跳完了之后就想拖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说压完搬完就想拖，因为这个还没走的。对，现在走了这个飞没有的时候，对，其实就想走那个形状，或者以后直狠一点就直接尖在那儿，反正这个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没走嘛哈，能不能实施关键是，好，但都拖一个好像白棋是有点难受，看起来，那么没有走那个呢，他就现在是黑棋走在这儿，是吧？走这个，白棋。黑棋现在是该黑棋，黑棋现在走这个，对，这个也不小，也不小，对，挺好，他是走这个挺好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形的尖是对的，长出来，白棋搬一下，他搬的时候再拆一，拆，行，那这样就算把底下的空都围住了吧，这空也是也不少啊，这个形白棋形状不错，应该说这个下的白棋也不差，好。黑棋没得到大便宜点儿，对，黑棋呢在这儿，他的抄法跟您的不太一样，他是拐跳了一个，这跳他粘上这个有可能，我也不太明白，这个不太好，他这个走两下是什么意思？走完了之后他想干嘛呢？这个坏棋，哦，这坏棋，我觉得坏棋，而且，白棋还有更狠的，是这个棋啊，哦，如果这个棋这个时候，直接断打，直接断打。现在断打是吗？假如白棋这个时候断打考验一下呢，踢掉你也不舒服，
大吃，对，劫财啊。这个时候考验一下，哎，可能效果效，哎，这个时候先断达，效率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哦。所以他这个不在旗筋上，嗯，这个点完再吃，你要么别点，直接吃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样的定型手法好像没有见过。哎，这个很奇怪。这个不要点，直接吃呢是一步棋。是的，你这点完再吃，被人家如果这么一打，你这个你只有劫财的问题，然后没有劫财的话，你就很难过，不知道补在什么地方。嗯，你现在往走哪行棋走哪呢？你就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要打这个，正好被白棋提过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个也不能被抓掉吧？我一吃你被我送眼了，不是？是吧？是啊，这也不太好办。不太好办，嗯，这就劫财的问题了。所以看来，就是，除非他这个续劫财，嗯，对，这个地方的形状，虽然之前白棋是有一步这个不太好，嗯，稍微，但是你黑棋没处理不当啊，嗯，使得这个棋啊不见得，我觉得现在形势就不见得了。现在就不见得好了，很难说了。现在白棋粘上了，嗯，对，他这个定型手法确实不怎么样，这个棋有点问题，嗯。关键是他没走着什么东西，他走完这两步，你是要挟人家整块棋了，还是要挟人家断点了？他肯定是都没干，对，他走的什么事儿都没，嗯，没干成。是，嗯，现在他这个棋形不对，然后黑棋是在走这个地方走了啊。他打，他先拖了一下。白棋这个尖完扳是好棋，嗯。这个定型白棋下的挺好啊，比较紧张，比飞好啊。对，那么现在这个黑棋走打吃接上，上然后他拖了一下，拖一个先手，嗯，是这个没问题，挺好。拖完了之后呢，虎这个他要求你把这个断点给补上，要不然他是先拖的，先拖再打。对，嗯，他如果说这下不走的话，假如说这样。假如说这个时候黑棋单虎一个的话，那黑白棋它可以补到这儿去，你这冲不断，冲断它正好挡下去了，冲下去了。哦，你说这个？对，哦，这个意思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不会那样哦，不会。他实战是先拖了一下啊，拖不见得就多好。这下能便宜，算便宜到了吗？不是这个棋本身，嗯，本身那个不便宜，说明这个虎啊可能还粘上好，粘上，就不要去纠结人家，不要去纠结那个什么，非要要挟人家那段位，紧着气是有目的，断点在这儿，哎，嗯，但粘上这个地方还有点味道，嗯，而实战那个，不见得，这个先刺一个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刺了一下，接住，接上，然后白棋压了一个，对。他粘上，哎，关键是这个时候后面白棋的下的挺好，啊，白棋对，白棋这个地方我们看他怎么定型的。如果普通的想法的话，也就是比如说在这儿虎一个啊，那就白黑棋便宜了。假如说这样，那黑棋得先手，哎，就可以走别的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黑棋便宜，黑棋希望走这样，嗯，这样的目多，是没错。哎，嗯，这个棋呢，就是后面怎么样来定型？在这一带呢，白棋下的比较好，他冲。挡住，嗯，断掉，对，这个是个好棋，嗯，哎，这个先断，这个一下子就紧，你如果吃这个，嗯，他吃，你看啊，他也先，比如说现在打吃，对，他正好走这个，对，提掉，在他后面两个都先手，他可以这样爬一下，嗯，然后再拐，这样这个打吃也先手，他可以脱先了，那么黑棋这个可以搬在一路。哦，对，这个，搬在一路，这个有点打勺了。也没个，搬一路。哎，搬一路，但是这样也可以脱先了。也可以脱先啊，嗯，对，这也是这个黑棋也不肯。嗯，其实但是也就定型也只能这样了，差不多，嗯，差不多就这样了，也只能如此。但是如果定型定成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会比实战好一点呢？您觉得？不会，实战是黑棋先手。这是白棋先手了，哦，对，插一手棋那不能，那不能，因为黑棋还在，那就不该打这儿。如实战那个最好，是这个不行，嗯，这个断一个，嗯，实战断一个，断这个，断这个，黑棋接上，这只能如此。他也打吃，对，
接上，粘上，他搬一个，搬一个，对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团先手，就确保你这边没棋，他是要、哦、是这样，对，是、嗯。这个棋就是白棋，这个收的连这个角上木收完之后啊，这个白棋还是不错，嗯，对，把你全部收着下的不错。就我们要看成这样嘛，嗯，以后就等于说是白棋团。他挡住，然后这个几都是他的先手，这、嗯、这是回头收成这样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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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反正这一带呢，这个就是全部收住了，你下不来，啊、下了就冲断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这个是应该是不错的。嗯，那么下成这样呢，就是白棋、啊，下成这样，黑棋看怎么办呢？真的有点不甘心啊。这接下来黑棋如果说这被全收住，这脚上的空，这连脚上在带边上不少呢、嗯。对，所以这个黑棋的空不见得有利，所以。作为黑棋来说，他会想点办法。嗯，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？先给大家留点悬念，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现在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15利民杯世界新锐战决赛，是由李东勋对阵中国的这个顾子豪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这一带呢白棋下的挺好的，他把它全部包住，然后因为这个都走着了，先手使得你这个地方下不来了，对，下的挺强的，嗯，是吧，挺好。那么看看黑棋他是不是有点不甘心啊，这儿被你官子又收了，地又拿着了，我又下又下不来，他是不是会想点办法，我们看看啊、他怎么走的。他下的是这个飞下来，其实这个棋啊下不来就算了，我觉得你这个棋就补一个得了。我说啊，嗯，就不要走了，嗯，你就黑棋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这样老老实实的补一个得了，他搬一个就这样补一个算了。哦，就补这个，就补这个单补。哦，你单打也是走的，对啊，白棋也得走吧，走在这儿，然后这个就放下来慢慢再走别的，嗯，哎，搁置然后再走中央或者怎么样封一个，心平气和一点，这样慢慢下，是一个慢慢下的棋，哎，慢慢下，嗯，还路漫漫，对、嗯。那么实战，我们看看他怎么走的啊？这个棋呢，黑棋是走的这个，黑棋飞下来，飞下来，这个凶了。他怎么也要找点事儿出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凶了，白棋爬一个，嗯，这个如果说，嗯，白棋直接冲断怎么样呢？不，直接冲断，对，假如直接冲断。那么我这个段是先手，对，段肯定得接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棋我立，立是先手，哎，对，立，他得挡。那么冲，不是把这个打吃接上，段先手，对，就把他先手把这个断开，团断开了。哦，这几个子就孤零零的飘在外面了。这个、对，这个不合适。嗯，对，这样下不好。嗯，那么他要求把黑棋断开。现在呢，白棋先爬一个是，嗯，是好手，试探一下，试探一下，不是试探，这个你马上你要吃你了，对，我就要藏在那儿吃你，断了，对，断一个，这是你的先手，是吧？对，现在断了之后一紧气，这个都死了，嗯，没办法，还得挡住啊。对，如果黑棋现在长呢，他就收气，那完全死的太大了。对对对。然后你这还没连上，还得赶紧再走一个。不能动，这个地方都不能动，嗯、动了都一紧气就干死。所以他就走这个，这个、对、嗯，白棋呢再走这个，白棋在这收气，这考验黑棋了。对，这个一紧气就死了。嗯，实际上应该是只能吃掉。吃掉的话，白棋会不会连根给他一起冲断？我想他必须是这个。是啊，底下没有棋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就他很难过，损失很惨重。这个棋呢，气不太够。他要杀气，如果单长就不用棋了，人家虎一个。对，这肯定不行。不行啊！他如果要杀气呢，最狠也就是长这个。好，长他粘上。对，人家先全对对对，他可能是这个吧，这个先气不够。这反正是白棋的权利。我看气差多少呢？嗯，你大概是这个团住可能。团住，嗯，那您要先挤掉吗？都可以，我先挤掉也行。好吧，嗯，先挤掉啊。这白棋肯定能挤着的。嗯，行。打吃，对，那就打掉呗。好吧。也不用保留了，再跳一个。嗯、这黑棋气不够吧？黑棋气不够啊、嗯，这个气那个不好收气，不好收气。嗯。
挡住的话就点一个就行了，是吧？对，是这样。这白七块七块，嗯，你最狠的就是扑了，啊，其实现在啊没有了。黑棋现在扑一个，这个气不够。那，嗯，他收气也行，爬一个就行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我就一个一个往前走嘛。你要不走，我再挤一个；你要团住，我就收呗，我就搬一个。比如说收一个，对，收，你那个气扑了之后，你紧不着气，对，差一气，还是正好差一气，嗯嗯，白棋快一气。他拿到还真没招，哎，这就把算，那他就松松的收气，也是差一气，所以这个棋呢，搞得黑棋有点难过。他不肯，这个飞下来的子就这么被你吃掉了，他有点难过，啊，他绝对是他来了个狠的，他居然来了个狠的，走这个，嗯，他走这个了，他拖一个，拖一个，索性跟你转换，干脆，但是这个吃完的太大了，嗯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打，那双方厚薄问题，嗯，目数问题都，我要是我觉得这个转换是白棋便宜了。对，这里是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这眼见的十八，厚薄有问题，还有厚薄问题。本来你冲断它收气也有十八目，就是，还有很多利用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必须要对我这个进行进攻。对，黑棋就小尖了一个。哎，对，不小尖被这个直接冲断，有眼了，它是往外走。白棋飞这个棋呢，就是想那个投资有点大，一般看着那个那五个子被吃，这个连目带死活太大了，嗯，现在这个白棋飞出来，现在白棋走轻，对，哎，走得轻，主要是白棋一旦出头之后，黑棋这整块棋啊，对，现在都是一块孤棋，没有活，搬一个啊，搬，嗯，然后白棋挡下来，嗯，挡一个，这下的很挺凶悍的，也行吧，反正挡一个，他只要求活。是，哎，挡了他不肯这个死掉，他觉得这个死不掉。嗯，他一会儿还要，比如说二路飞一个，对对对，顺便做眼，带着收目，是，一边收一边做眼。对，这个棋呢，黑棋是小尖是最狠的。白棋跳，跳的话直接飞活也可以，实际上直接飞活就行，就不跳，直接飞活也可以啊，也是可以，对，是吧？现在是黑棋尖了一下，省得你待会小飞让我难受。现在呢，你如果来个狠的啊，嗯，我来个狠的。假如你是这么来，嗯，我们说个参考图啊。嗯，假如这样，怎么走？哦，还有这招呢？假如这样，那这个棋呢？我想想，我只能打下来吗？打他都得打成这样，挡下来。对，嗯。这个很为难呐，啊，我死了，死了。所以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要先打这个。嗯，哦，现在要先打这个弃子最好，弃子是吧？弃子弃这样，哎，干脆弃了，然后挡下来。对，你不是要走吗？我就拐拐拐，而且拐。这个刘老师一定要强调一下。对，如果他敢挡呢，我就急打他，哎，对对对，是吧？这脚你是要跟我转换吗？对对对，这好像不成其比例吧？对对 对, 对, 对，有点亏损。这个棋你提了，这里面是肯定死棋，脚肯定吃了，这个都会吃了。这个我算提一个，怎么打我搬粘都是死棋，这死法太多了，死法太多了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，就搬一个就行了。哎，对，这个死法比较多，我们下次简单一点。哎，这个棋就这样下是黑棋不能下的，对，不能这么下，不能下，嗯，哎，是。所以说你要来硬的，当然硬的你是可能赢，但是他这个弃子，嗯，这一招你不行，对，他黑气，哎，这个就其实白气反而好下，简单了。嗯，所以我在想，黑气这个上面这五路小尖，这一二三六路小尖，他本来是想靠断的，我估计，他没想到人家就跳出去了。这样跳出来，你气就是气子，对，他还诱你先来靠断我，这样反而我好下了。对，那黑棋呢？这个时候是长的吧？对，他一看那靠断不行，他先尖了一下。他是这后退一下啊，这个棋他是先尖的，嗯，先尖了一下，尖一个再靠断的就不通了，那就这白吃的了，啊，你没法跟我转换了。对，这个就白棋补一个，然后再长一个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挺好。下成这样，哎，其实白棋那个跳出来直接飞，其实挺大的，直接应该飞。对，嗯。这样被他尖一个，其实白棋形状有点难受。嗯嗯，然后白棋小尖了，小尖行，这个也挺好。对，嗯，小尖一个，黑棋靠。那么对这个棋被这么点一点呢，他这个还没活呢。对啊，黑棋得考虑自身的安危问题。也必须要走啊，
是啊，你得小心，别人对，会儿别人照这些自己的眼发现做不出来了，哎，添麻烦了。嗯，黑棋活是必须的。嗯，现在白棋在这儿交换了这象。哦，踢掉，踢掉，打吃，打吃，然后他打这个，对，所以这两个交换你还亏的。对啊，我也不明白他之前为什么要走这个，还不如不走呢，这跳点。亏的，亏的。嗯。下然后他走了这个，搬一个，搬一个，中间，嗯，这个棋搬一个应该当然是不小，嗯，是吧？搬是一个不小，他还瞄着这个把这个间接补断呢，对，是吧？但是这黑棋这个棋不要走了，这残子不要走了。那黑棋接下来哪里比较大呢？您觉得？比如说这样走一个，顶一个，还是？那面或者。要走或者中间走或者这个也不小，飞下来飞一个很大哦，嗯，飞也是不小的。这飞下来的话，白棋不是可以度过吗？比如说他是怎么走？先拖底下，先走，先拖底下，先拖底下。对，他是这样啊，搬一个，哎，对对，就是这样，能够走这样，也就这样，也可以。嗯，这个棋呢，白棋比较，但是您接下来就可以单搬一个，但这就。走是这样哦，他就这里收就是这样定型，黑棋就是这样定型，哦，这个局部是这样定型，因为你不能冲了这一冲就完了，白棋就完了 是吧、嗯？那你只能是什么？你只能是这样，嗯，那你要粘一个干啥？你就亏了嘛。对，他就先手，这个棋最狠的是白棋啊，不要去搬啊，嗯。最狠的是什么？白棋别搬，白棋是立一个，哦，立这个，这是最狠。飞一个就拖，这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搬了就加。我把这个先手补掉了，是吗？这是最狠的，这白棋把这个空啊，这搬粘其实这个也挺大，是吧？这搬进去对，这个挺好，这个补棋法挺好。白棋最狠是这个，嗯，而这个威胁你这个脚，对，其实最实惠最好，但是你要搬的时候，黑棋要飞了，嗯，现在这个搬粘完了，这再飞，黑棋能从这儿。哦，这也不行，被您断了。对，可以单断，搬就断，单断，单断，单断。这个地方局部是没事了。嗯。那么这个棋，猴一个棋是特别大，特别大。单弯一个，而且他不硬的，如果他胆敢不硬，我就赶紧跳进去。对，他不是这个，我还直接我就搬进去了。是的，跳进去非常大。是的。那么他是搬的啊？他没下。他搬的，搬这个。嗯。那黑棋还跟着走，这个棋赶快的飞了。这个双方要点，吃飞了之后把先手搬掉，那最好。太大了，太大。那么现在他是他跳了一个，跳不好。不，我觉得他跳了，他不也应该跳在这儿吗？这个三个子啊，你看作当没有。啊，他心疼。哎，你刚你跳这个跳这个都行。哎，就往这中间比这个强。对啊，就往这随便跳这个跳这个或者扔一个，都比这个强。这三个子再提个给他，你就高兴了。他要再提你，脱先就脱先呢。嗯。这个要他干嘛呀？对，这三个字都是残子。嗯，哎，中间跳一跳二或者飞都好。对，唯独他这个还练这个，把这三个字走掉，奇怪。这个不好。每一幕都要牢牢的守住。这个不好。哎，绝不轻易让别人。然后走这个呢？他走这个。他继续。那当然是，你这两个交换刚好是白棋便宜了。是的。他你走完这个，实际上这个时候白棋赶快就猴了最好。嗯。就应该猴掉，对，这个时候猴掉，这交换也便宜了，这猴掉搬一个挺好，这搬粘很大，确实。当然这个也不差，因为这个两个交换我已经便宜了。一般的惯性是总是要跟着走，是惯性责任跟着走，他长你粘上他那一拖什么的，那然后再走这个，那他比较舒服。他关键是他跟着走吧，他很不舒服，这白棋中间的。哎，白棋希望这样，但是你首先你这个是不对的。他已经跳的不是地方，哎，不是地方，不要这个棋就应该赶快飞。对，飞太大了，太大确实。那么现在这个没有走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飞了。他现在飞下来了，他主要不知道该怎么硬了，然后他就飞了。那硬起来麻烦了。嗯。那这两个，这俩都可能这个最不对。嗯。这个呢也在转身也不错。嗯。但是即使这个黑棋错在先了，但是现在飞也不错啊，嗯，很大。这飞了之后呢，白棋呢？他不是往里跳的，他是直接就在上面动手了。这个白棋啊，就是说应该走这个。他现在应该拖一个。白棋应该拖。哦、白棋啊，飞的时候就一定要跟着走，不要拖先。这拖先被吃了，是不是太大了？对，他应该走这个。你大概是
他只能理班呢？理班啊，要不然被加。然后呢，他是加一个，这跟着走，不要撒手，因为这他不走，因为他随时脱先，白棋都可以玩。对对，你现在最狠的是这个，最狠的，然后再脱先，再脱先就好多。你如果吃的话，只人了不起吃到这儿，或者是吃到这儿，对，你这两个反正你已经都不好选了，你再吃就没什么味道了。对。所以说应该白棋赶快走了之后再去走那个。嗯，他呢是不，他是你飞完之后啊，他直接脱先了，直接脱先不好，他挡下去了，他挡的。嗯，直接脱先，我们往后看，直接脱先，黑棋一手走到这儿，和刚才那个吃起来就大多了。对，你交换一会儿，你吃起来和这个小很多，差好多目呢，差好多目了，是吧？这个挡一个是因为有了这个。棋挡一个真的是很严厉的，嗯，也有点严厉。黑棋贴起来，贴一个，对。然后白棋这地方这个地方实战手段了，很复杂。哦哦。哎，你这个棋最狠的也就是他实战这个。是的。哎，尖一个，你脱的话被他扳了。对。这尖一个就是尖的，尖一个不错啊。嗯。尖一个挡一个，这个棋呢，这个形状很有意思。这个棋啊，如果这个棋很复杂啊，如果我是搬顺手搬，现在搬，现在如果搬，哦，黑棋顶一个白棋啊，最后差一气，是吗？你这个走这个，走这个，我可以摆一个图啊，啊，你只有力，哦，他还要这么杀他，对啊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是你的先手，对吧？对，这样是先手，你的顶住是吧？对。然后呢，白棋把这个侯这个断掉，对，嗯，然后杀棋，就这个，这是杀棋吧？团住，这还真是气不够，差一气，黑棋快一气，哦，这样是黑棋整个正好是多一气。他挖的时候呢，黑棋可以扳底下受气，挖哪个？就是如果白棋现在挖吃，不，这个我们看啊，那就是这样是白棋不行的。啊，对，就是说现在挖吃的话，他就搬那个。这你不管走哪个，这里面总是差一棋。反正已经你挖你不怎么算，你不管是你打，粘上，这一叫是一般直接受气就行。你直接走他这一长，那就更不够啊，怎么都不够，怎么都不够，这个就是差一棋，就差一棋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他的这个中间的实战啊，嗯，这是他已经。算好了，这个棋呢，我单扳背着一顶啊，正好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出来了实战，想出的实战，这个需要大量的计算。这个，白棋单挖，如果挖，嗯，你吃在这里，我就可以扳了。你如果再顶，如此，那已经差一口气出来了。这一粘，就黑棋快，黑棋完了。这跟刚才弯了接上，这明显是差出去。刚才就是挖不着，对，你只能长了粘上。这个是就白棋快一气，这看来还是很需要计算的。这样呢，这面是先手，嗯，这就白棋快了。对，所以那个挖是很要紧的，很重要的。这个挖的悬念就在这儿，要先挖，这挖，你没法硬了。你若一吃，被他一扳。不可抵挡，气不够，不好办了，所以刚才这步棋这痛悔的，为什么要下到这儿？这儿多一个他救兵可是差很多啊，对，中间这很多变化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在于要点。嗯，那么现在这一挖使得黑棋不能那边打，这边打也不行，对，这边打那更不用说了，黑棋现在立下去了，只有立下来，这就是实战。嗯，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白棋抢回来了，这个就挡下去显然成功了，这是有必然性的，哦，这就白棋他也算成功，是，哎，这个手段成功了，那差距有点大。是啊，这个棋那怎么办？他是再赶紧抢到这个，哇，这个挺大，这个有点巨，这个大，这吃了，因为刚才你没拖两下啊，和刚才的吃相差不少，嗯，刚才你要吃了被再敲一下粘上，这儿多出两个白子，嗯，而现在呢多出多少目这个。所以说白棋应该先交换掉，对，刚才如果说吃三个子的话，也就吃到这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加上这儿，这儿还没吃到，对，现在吃到这儿的话，一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十五十已经十六目了，对，这个棋差不多差距有点大，这个然后白棋是在这个地方尖三三的，这个棋也应该走这个，团一个是吧？团一个，太大了，这个比尖三三大，嗯，
啊，歼三三不如这个大。嗯，那个因为跟这个白旗在这儿走一个，跟木有关系，跟后也有关系。嗯，哎，这个地方就腿硬了，有扳断的问题。嗯，哎，所以时间那个他又走了一个这个，被这儿虎一个，虎了一下，是吧？嗯，哎，啊，然后黑棋挤过了，挤过了，在这儿。嗯，那个大，这挤过了，你这个中间呢，它是有那个什么的，嗯，有紧着气的问题。对，嗯，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白棋把这个冲了。冲，这是他的先手，哦，再兜是他先手，这都是先手，收掉了，收掉，是，这是没问题的。然后中间压过，压一个，对，哦，压一个大。这个棋呢是也是一个那个什么，嗯，从这个时候这个胜负还没有完全定下来，没有定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上面这手段成立了，是不是？白棋已经还不错了。但是他被他这儿多出，对，小杰，本来这儿本来白棋可以多出来，这个地方白棋黑棋就大便宜，啊，本来黑你看白棋要猴跟现在是无法相比，那现在是搬是必然的，搬一个，白棋断掉了，对，大吃是，这个都长挺好，是，嗯，这个走上了这个之后，他是怎么拖一个？他拖了一个吧，在这儿这儿叫吃掉，嗯。打吃接上，对，然后白棋顶住，顶一个，黑棋得赶紧做活了，这没活，这个有点难过，嗯，有点难过。这个说实话，你这儿走了半天，自己去做了个眼出来，有点难过了。这，哎，然后这白棋一看，这都安全了，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先靠掉一下，靠掉，然后可以贴住你，然后把这个顶断。啊，这个有点狠，这有点大，这有点狠，对，这个中间的这个不是这个有点狠。这个下法，说实话，这个棋啊，也是独秒。哦，说实话，这白棋呢，当时形势判断，他也没有是一定，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，是有点狠。这个如果成功当然行，但实际上不见得。嗯，现在啊，白黑棋这一段呢，这的头绪也很多。嗯，这个很乱，你自身也没活，而且这儿有长等等，这个也有很多利用。嗯，这个棋断一个，你要怎么抵挡呢？他实战是跳，他实战跳一个，嗯，对，跳的一个，然后他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挡住，对，这么硬着来，然后这个棋他连回去了，不，这个时候是关键，哦，这个时候您觉得黑棋应该怎么下？这是关键，这个时候是关键，其实这个胜负在这个一局，哦，这个时候呢头绪太多了，中间有一些东西是吧？嗯，有压有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这个时候啊。黑棋最狠的是在这个地方尖一个，哦，先刺到一下啊，对对对，哦，这个地方这个长也先手嘛，你大概是补一个，这又打吃。如果你补这个，嗯，那好，这是吃通了是吗？这个就白棋死进去了。白棋这三个子只有三口气，一口气也长不出来了。完了，这样完了啊，哦，这不行，这个怎么都不行是吧？这是没办法的啊。嗯，那么你这个棋当尖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，对，你大概是补一个，可能再补这边，那这边怎么办？这是等于是这样，我很担心。等于你反正是中间再补一个啊，我就补一个吧。这个时候黑棋啊，比较狠的是什么？是要单尖，不要叫吃。哦，单尖最狠。是这样。嗯，单尖的话，白棋这个团是先手吗？就算他团不着了，团一个吧，他团一个，团这个，团这个他就冲这个。哦，那后来这个粘他就不打这个，没用了。哎，你这个棋呢，中间马上又有出问题了，中间不能说不搏，中间有棋的，嗯，中间有棋，而且这块棋呢，你也是杀不掉的。中间只要黑棋冲两下，然后拐过来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棋太多了，还是您要尝一个？看你现在，问题是你现在做活吧，还是这白棋这块棋没活？白棋没有活，一个白棋没有活，中间也要在欠着手呢。嗯，哎，这个棋可是如果这么下的话，白棋要危险，有点悬了，危险。那实际上是白棋要一举被击垮。如果被尖的话，要击垮，要会这个，但是读秒当中。对，现在都是读秒当中，这个太复杂了，没有时间。嗯，要是有时间充足的话，心情平静的话，这个棋能够算到。那肯定是，但是来不及算这个。这个棋是，嗯，一分钟的时间的话不够算的。最主要要尖这个，关键要尖这个再尖这个是吧？
让白棋无法那个什么。嗯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前面，嗯，刘老师他说现在黑棋要尖一个，尖一个，这个时候黑白棋很难办。可以，你要吃下面的，上面人家长王一打吃连回去了，长王一打就完了。这长王一打连回去了，黑棋毫无疑问这控上是领先的。对，这尖这个让白棋他没法补。嗯，这不太好走了，确实。是吧？嗯，你补一个这个再，然后关键还要这个，他补走那个要尖这个。对，他一打吃啊，要尖这个。打吃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尖这个，尖尖这个。对，尖这个呢，就是说。他下一步不这个不交换，嗯，本来交换一下，你这一步你现在要走这个呢，我是不是吃在这儿，我是在这儿更狠，上面一下出棋了，效率非常高，没错，这样的话白棋可能要坏，对，那么这两个没走出来，没有这两个狠招没走出来，他的实战那就是成就了白棋，嗯嗯，他的实战呢，看看他的实战啊，就现在，现在黑棋下在五秒当中直接打吃，俗手，对，抢回来。他看起来这两个子是连上了，俗手，因为人家断的，他可以打两下，然后连回去。他说眼见的是你断，我就夸夸夸，对，直接就直接一路打过来，再一冲，是，就回家了。嗯，但是这个是比较俗的俗手，不能没有刚才那个那么有力。嗯，这只是眼见的一下，这就关键就出在这儿了。你这么一走呢，白棋下得好，看看白棋啊。白棋单挖，他要求做活呀。对，做活是把这个吃了是吧？嗯。对。做眼。他做眼就行了。你对他上面没有威胁。挤掉。然后再刺。再刺一个，他挤你一个。他挤一下。对。这先手。是。接上。对。这挤到不挤到区别很大呀。然后这个时候黑棋呢想吃，但是吃不掉，如果说黑棋他粘这个呢，不，这中间是应该冲掉了吧，不止，没事儿，哦，没冲掉，因为现在黑棋粘上他可以做活，他这个团先手，哦，然后他这儿一粘先手，这儿有个双叫吃，他可以做眼，活是本身活，他是活的，本身活的，白棋只要是活的那就好办多了，哦，本身是活的，对，他是活的，现在你要吃硬吃的还不好办，对，不好吃，这棋你这个棋你要硬挤到要吃的就得，就不太好吃，不好吃啊！你要不就跟他杀气，啊，不行，现在不行，要跟他杀气，杀气可能也不见得行，杀气黑棋好像不见得有利，不见得够，嗯，对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黑棋上面压了一下，压一个，这是，嗯，也是想，如果你搬他这个先手，对，那就好，他就我要坐在这儿。那白棋就死光了，现在要坐在这儿，这个，现在死掉了啊！对啊，由于这个先手完了，这个不是先手了啊，这不行，那就是这是黑棋想出来的招，对，他觉得可能他觉得有这个强手，他所以才这么来的，对，没有那个柔软性，他没有细算，对，他没有细算，嗯，来不及，这读秒了，当然白棋这个时候他先冲掉了，冲掉了，嗯，这时候冲掉，然后他团在这儿，这是不一样的，他不给你这个先手。就是说我，你再压，我再退，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中间吃不掉我，你怎么打都是，你怎么打挣不掉我，刚好都没打掉，有没有办法你看看，没有，怎么都是差一点，怎么都是过来之后就差点，反正你挣不掉我之后啊，你转手这个地方就是毛病了，是的，这是毛病，这儿有个段，你只要挣不掉我，怎么挣不掉，对，横竖都是挣不掉，横竖挣不掉，给大家摆一下这个地方，你反正是打吃，那只有接着打，这都一本道，没有可选的，只能这样。然后这一先断打这一双脚吃，你就完了。完了，这怎么都是差一点，没吃掉，在这儿。他只有之前，现在都来不及了啊。对呀，啊，现在只有什么之前呢？嗯，把这个长了，只有如果这儿交换了，嗯，只有一个机会啊，这儿长完，这儿打了啊。这样才有可能性什么呢？这个夹只有这样哦，这样夹死，这样夹死，哦，嗯，那不行，这个好，嗯，我们回原啊。这个棋呢都来不及了，但现在走不着了，现在这上面这块棋没活呢，嗯，对，来不及了。这个地方大杀，这个地方，他没想到这么顽强，白棋要团一个，对，白棋团，嗯，
然后他靠了一下吧。啊，对，靠了一下，他还给他顽强冲断，粘这个，粘这个，他这读秒没办法，自己气都不够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白棋粘这个了，对，是吧？白棋粘这先生，粘这个就把这个后面就全断念了。你要补补了之后，我就要杀你了。嗯，补我要杀你。所以黑棋还是算了，黑棋补了一个啊，把白让白棋、这个、和平解决了啊。这个棋，你说白这个得到什么呢？啊，他先挤一下，对，他还先挤一下。哇，这个棋再断打，这个贴一个棋这儿有断，还亏了，这白棋连木都全部给吞掉了。嗯，这个黑棋真的太失败了。对，杀的有点损失惨重，确实太失败。然后又在中间想办法，他尝了一下，尝一个，接上。哦，然后又跳了一个，那这个时候就没意思了。嗯、这个时候啊，嗯，被他这一冲，这个时候白棋看清楚他要是抠这个呢，他赶快补这个就完了。我走在这儿，你反正两个断点，总有一个被我断掉。哎、这个太碎了，被我一个断掉就行了。这个、不行，他是走的这打吃、啊，这都这几接上，然后再顶一个。这个这就要命的，刚才您那个尖没有尖着。如果尖着了，不就冲过来了吗？这都不用说后面的事儿。他是走这个还是走？他贴这个。哎，嗯，他是加了一个。他刚刚这个、已经贴过了，跟他交换过。交换过了，这两个正好先手。然后单加这个，那就完了。嗯，这个、就完了。这个不是，这个就碎了，这个就不是那个什么，完全是，完全就不在那个什么了。贴回来的时候，他提劫呢，啊、黑棋这个没有找了个劫材，不用提劫了这个。然后呢，他提回来的时候呢，白棋就在这儿搬了一下。这个时候他一看，这劫实在打不赢，中间连不上啊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停招速给他一招也输了，速让黑棋下也输了。哦、真的，我觉得让黑棋下他都输了。哦，哎，就是完全不是在那个什么了。嗯，这个后面下的他要疯掉了。这个棋怎么这么下？怎么这么下会输掉？这里明明是有一个明显的机会的。尖，再尖这个就黑棋要赢。是的，如此这么走过来，你看多惨！哦、走到最后，自身去忙着活，被弄个碎破碎破碎山河。对，不对了。不过我觉得，这盘棋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双方还是表现的比较精彩。虽然说有一些很关键的招法是漏过了，但是表现还是挺出色的吧。最后呢，这盘棋就是顾子豪中盘胜了李东勋，对，拿到了这个新锐战的冠军，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第一个头衔吧。好，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